走。是。不是想早日习得师门剑诀，我很快就会成为一代大侠。切勿急功近利，习武必经磨练。再次保护师父。杀人的，哼，这次就放了你。后会有期。恭喜师父，吾等已为您夺回中华傲诀。突破了瓶颈，真舒坦。哎，恭喜师父，但是您闭关这么多天，难道就一直躲在这里吃烧鸡吗？万般皆法，你懂个屁。是师父，到了为师这个境界，吃鸡都是修炼。哎，师父，中华傲诀被偷了，看这几个人的功法，想必是无敌师叔门下的五行人证。偷了就偷了呗。哎，来个鸡腿。可是师父，自从师祖将中华傲诀传给你之后，这些年无敌师叔
一直想要得到我们的宝典，我担心。担心有个屁用！把心思多放在自己家人身上。为师命你即刻下山，回家陪老婆。哎呦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没事，没事，为师，你吃饱了，撑的。 快过来吃包子！来，快过来吃包子！快吃包子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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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山黑了天哪，家家户户。老朽在这里送你一段贺词吧。好啊。自古英雄多磨难，天煞孤星自难断。一月可尽了师徒情，二月割断了父母命，三月各机运不平，四月孤寡路难平。别唱了，你个臭要饭的，丢了我们家少爷恩惠，还敢骂我们家少爷，我把你烫死了。我英雄，英雄，师父让你我速回。什么事？有人提管。婕妤，你和师兄先回家去。英雄，不要逞能啊。师兄，好久不见呢，我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交出中华傲诀，饶你不死。师弟，中华傲诀乃是中华瑰宝，只有本门的掌门才能修炼，这个规矩你应该懂吧？狗屁规矩！天赋我比你高出100倍，就因为我是日本人，师父把掌门位置传给了你，我不服。混账，冥顽不灵。心中还有牵挂，还是回去当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吧，你根本不配当一个武士。刚刚那一招
就是中华傲诀吗？只是奇门八卦诀而已，对付你还用不着中华傲诀。念在同门师兄弟的情分，我不杀你，你走吧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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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为师五脏六腑已重创，实则败给了无敌，恐怕命不久矣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华英雄，你是难得的武学奇才，我现在将中华傲诀传给你，以后你就是掌门。师父，我不要当掌门，我也不要学中华傲诀，我只要师父您安然无恙。英雄，来。足矣，交出中华傲诀，我饶你不死。我要杀了你们！可惜了，中华傲诀落在你这种废物的手里。走。少爷，多亏鬼仆兄来得及时，
就像我跟少奶奶，可是老爷和夫人，鬼不休，我们英雄不必多言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得从长计议。我联系了在泰国的朋友袁武，他可以安排你们去唐人街避避风头，我留在这里继续打探五行忍者的行踪。去泰国？不行，我堂堂华英雄怎么可以躲躲藏藏？师父已经把中华奥诀传授给我，不出半个月我就可以替师父报仇了。英雄，中华奥诀不是那么轻易就能练成的，师父叮嘱在你没有练成之前千万不可暴露行踪，否则必死无疑。可是我已经练成了大海无量。大海无量只是中华奥诀最基础的心法而已，绝不可操之过急。英雄，我们已经失去家人了，我和孩子不能再失去你。英雄在哪我就在哪。我也是少爷。我已安排明日前往泰国。无敌先生，皇军特别先遣队多次召你，你为何迟迟不来应召？皇军五运昌隆，为何一定要找上我？那些武林人士已经发起爱国自救运动，势不可挡。皇军特别先遣队的任务就是杀光那些武林人士，我认为只有无敌先生这样的强者才是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。我只一心问道武学巅峰。我听说无敌先生先前为了得到一本中华奥诀惨败在那些人的手下，我不是你怕了？你找死！待我夺回中华奥诀，不用你们请，我也会杀光所有中华支那武林。那我就恭候你的好消息了。爸爸，妈妈，爸爸，一会儿带我去吉田家玩，好不好？吃点东西吧，你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。爸爸，带我去吉田家玩，好不好吗？你已经三天没有进食。去吉田家钓鱼吗，爸爸？看来你的心中还有牵挂。你走吧，我根本不配当一个武士，还是回去当一个好父亲、好丈夫吧。师父，花英雄逃跑了。追查他的下落，立即通知我。中华奥诀是属于我的。是。找到华英雄，然后杀了他。师兄，我们的任务不是杀人。难道我们不是应该先通知师父吗？你们两个太天真了，一旦他练成了中华奥诀，就连师父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到时候他要为家人报仇，你我还有活路吗？云奴，快点！少爷来了！少爷，少爷，这儿就是泰国。我听说这儿有好多特别的女人呢。哎，少爷，这两个会不会就是啊？小声点。英雄，这里离唐人街中华楼有多远吗？我从没打算投靠别人。我华英雄要靠自己的本事在海外打拼。不是，少爷，
这人生地不熟了，我们怎么？我看你个病死鬼！少爷，少爷，求求你们给我份工作吧！找死啊你！大人啊！住手！你们这些废物，快给老人家道歉！记住了，要善待每一个中国工人。你好，兄弟。刚才误会了，我们对华人非常好的。我看你的功夫不错，我就有一份工作，条件很丰厚的，有没有兴趣？什么工作？你看，这一片都是我们的，我们美国人给华人创造了很多工作条件。不过，这一带经常有悍匪出没偷袭我们，你以后就帮我坐镇，好好保护他们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中国工人的。好，那就好。来，带英雄四处逛逛。是。请。一旦中华楼的人来了，就让他去对付，盯着他。如果他有什么不对劲，我让你偷懒，让你们好好干啊！住手！他们只是干活慢了点，你们就活活把他们打死了。他们把我们关起来，不给工钱，还虐待我们。你会妖术，他会妖术。下，快来人！为什么要欺负中国人？英雄，英雄，你醒了。我们这是在哪儿？这里就是鬼仆的朋友元武的中华楼。元武本来打算昨天去采石场营救华工的，却撞见了你。对不起，杰云，这次是我冲动了。少爷，少爷，你醒了。少爷，鬼仆兄不是说过你的内力没有掌握好，不能随意使用大海无量吗？会走火入魔的呀，少爷。哎呀，霍英雄，你醒了。在下元武，是这中华楼的掌柜。今天你可是我们所有中国工人的英雄啊。谢谢元武兄照顾我们。哪里的话，那些美国佬欺人太甚，我们不能被他们打趴下了。我们华人在海外就要互帮互助。今天起啊，你们就在我中华楼住下吧。哎呀，那太好了。好，来。大英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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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英
都很崇拜你。我宣布，华人公会今天新加入武林高手华英雄，我们同仇敌忾，互帮互助。我们在泰国中华楼安稳地住下了，这里有元武的照顾，唐人街一切太平。等我练好了中华奥诀，就立即回去报仇。你在中国也要多加保重。五年。是。华英雄在哪儿？我不认识什么华英雄，这儿打烊了，你去别处打听吧。我最后问你一遍，华英雄在哪儿？一定是龙凤台。这都能听得出来。如果是男孩，我就叫他练剑。女孩呢？女孩我也要叫她练剑。剑云，怎么了？我不希望你那么争强好胜，我害怕有一天真的像那个老乞丐说的那样。你不要相信那些鬼话，你我和孩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怎么会越来越好呢？现在洋人这么排斥我们华人，你让我怎么不担心呢？不要担心，相信我，有我在，我一定会保护这个家和中华楼的。袁掌柜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想不到你这缩头乌龟竟然躲到了泰国。英雄哥，英雄哥，要不要帮你消消火呀？小伙子，你五行中缺土啊。他五行还缺水呢。
英雄，多日不见，你武功又进步了。鬼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寄给我的信被他们偷了，我追踪他们来到这里。汤药趁热喝了，你伤好了，可以随时走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救过我一命，在我师父大殿里，你没让那个老太太杀我。我习武不是为了杀人。我也一样，为了保护家人。花英雄，还有什么事？我动不了。穆姑娘好。穆姑娘好。客官，里边请。来，尝尝这个。金鱼，多吃点。少爷，吃啊。你想家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也想家。我从你的笛声中听到了乡愁。你父母死的那天我也在场，你难道不想杀我吗？你只是被金太保利用而已。我的父母是金太保杀的。救命之恩我记下了，我准备回国告辞。上一个扶我起床
替我喂药的是我父母。那你就多回去陪陪他们吧。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没睡啊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的伤好点了吗？啊，我已经好多了。不行，从你走后我才发现，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你了。今晚便回去向金鱼说明意见。我爱你，明日我们中华路见。花先生，这边请。再见。没事。和他睡了吧，现在才发现让人利用了。你再说一遍，我说的不对吗？我们帮你一起杀了他。我都已经计划好了。金鱼，你别怕，有我在，你别怕。金鱼，出去，快，男人出去，快出去，出去！我在外面等你啊！啊，快出去，出去！快看看，看。这次让他们全军覆没。今晚就要当爹了，希望母子平安。袁掌柜，袁掌柜，不好了，下面着火了！啊，闭嘴！大喜的日子瞎嚷什么呢？着火了，着！少爷，这真着火了！英雄别担心，我过去看看。走，下面仓库十几担粮食都着了。好，快走。大人，你们几个跟我来，快！快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几个人，快快快！
少爷，少奶奶生了，恭喜少爷！我去换盆水啊。你看这眉眼长得多好啊，还是龙凤胎呢。是啊，孩子真漂亮。告诉你，这孩子眉眼长得可真像你。好，您看啊，这儿还有块胎记呢，是不是？嗯。英雄，英雄，少爷，金玉，华英雄。杀了你这个人渣！为什么？持剑！英雄！金玉！金玉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流这么多血？少爷。那东西跑了。恭喜华先生，是龙凤胎。对呀、啊。你看这里还有块胎记。这是龙凤胎啊。少爷，你看。英雄，英雄，火势太大了，不能待在这里了。少爷，我们也快跑吧。英雄，我们快走。不行，你还在流血。没事，我可以。可是，哎呀，还可是什么呀？英雄，抱着金鱼，孩子我和生奴一人抱一个，快走啊！少爷，你们也快跑啊！以为你是那个掌柜，没想到你用了易容术。那天晚上是你。是我又怎么样？无耻！
师父疼会轻视你的血肉，把孩子给我。你放开我！把孩子给我！只要有孩子在，华英雄就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。给我！你不能这么说呀。那个老先生说的对，我命犯天煞孤星。少爷，你怎么能相信一个要饭的话呢？英雄，你的女儿我会去找，不要妄下结论。我要练成中华傲诀，为他们报仇。师父说过，练成中华傲诀需要20年。那我就练20年。别指望我会救你，让你知道这就是你自作主张的下场。带我去找华英雄。是是。少爷，少奶奶不在了，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啊？盛奴，少爷，你带着华剑雄回老家。20年后，庚辰年中秋节之夜，我们再聚中华楼。少爷不能这么做呀！小少爷刚出生，他娘就没了，他不能再没有爹啊！再说了，你女儿还失踪了，还等着你救她呢。这么多天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恐怕已是凶多吉少。我唯有隐姓埋名自保，待我练成中华傲诀，才能为他们报仇。华英雄，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！交出中华傲诀，要不现在让你全家团聚。神奴，你带着孩子先走。少爷，快走，别废话。少爷，你保重。快走，少爷。少爷。英雄，你快走，不能让中华傲诀落到日本人手里。没想到中国人都是缩头乌龟。金傲的徒弟原来就这三脚猫功夫，我很失望。你的中华傲诀留给我。中华傲诀原来如此。走。
师父就这样放他们走吗？我已得到中华傲诀，华英雄的死活我不在乎。但是华英雄还记得中华傲诀，若此时不杀，恐怕……你在质疑我怕他？不敢。我真希望他学会中华傲诀，倒是看看谁的剑术厉害。说你的中华傲诀遇到了瓶颈，千万不要气馁，不用担心，我和小少爷在中国这边过得很好。小少爷的脾气啊跟你一样，喜好打抱不平，这孩子啊像是天生练武的料。哎，对了，少爷，我听说无敌和日军勾结，在中国大开杀戒，残害百姓，还打死了各门派的武林高手，你在泰国一定要多加小心呐。我的中华傲诀已经大成，整个亚洲已再无敌手。华英雄，我是给过你机会的，如果你还是一个废物，我会很失望。师父，娘，不要，不要！英雄，救救我们！救我们呐！华英雄，华英雄，你为什么和警察？不要！英雄，英雄。最后一世，傲气中华，吾剑胜有剑。为什么我总也参不透？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！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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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雄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止步于大海无量，让你们失望了。师父说过，你是他见过最好的苗子，你一定可以的。你走吧，以后也不要再来找我。英雄，走吧。金老大，你不让我接管鸦片馆了？那你有考虑过我下面十几号人吃饭的嘴吗？他们可是天天伸手向我要钱呢。这我们可管不着，你得自己处理。好，那十五年前杀死美国会长，顶替职位，
还有300个华工矿难的事儿，我可瞒不下去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啊，我这身边的记者个个都追着问我，你说我要是一不留神说漏了嘴，处理干净。是。师兄，明天就是中秋节了，无敌师父正在赶往泰国。照原计划办，壁画英雄出现。是。啊，让让让！剑雄，哎呀！小少爷，你走慢点，我跟不上你。爹，我来了。哎，小少爷，你是我爹，他哪儿呢？哎，不会他接我们吧？哎，我还挺想他的。哎，他接我应该也挺开心的，是吧？中国人很折不在入内，你瞎了吗？哎，小少爷，打得好，好好没事吧，小少爷？快走！中国猪狗敢打美国人，赶紧脑袋开花！记住，任何人都不可以欺负中国人。猪狗爷爷，饶命！饶命！鬼狐兄，您这是鬼狐叔？对，你们跟我来，我去拿行李。来，剑雄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这是你元武叔叔，元武叔好，春节快乐！哦，坐，来来来。哎呀，这英雄的儿子都长这么大了。是啊，20年了。啊，叔，我爹呢？对啊，英雄今晚可能不会来了。不是，怎么了？我爹难道真的不来了吗？今天是中华楼重建20周年，又是中秋佳节，他一定会来。不用等了，已经过了时辰，看来你爹还有没有做完的事。还有什么事儿？我都等了20年了，还有什么事儿比见我更重要的吗？袁掌柜，袁掌柜，怎么了？黑龙会发生了矿难，他们正在封锁消息，把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中国人都关起来了。又是黑龙会。这几年，黑龙会贩卖鸦片，无恶不作，处处和我们华人作对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先去救人。我也得去。小少爷，你给我回来！你别拦我，我必须去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中国人不是好惹的。剑雄，你可以去，请走正门。哦，小少爷，小少爷，我们走。好。怎么回事？一个人也没有。各位，晚上好啊！是你？他现在是黑龙会会长。各位，好久不见了。快把木桶帽放了，否则让你们尝尝中国功夫的厉害。小少爷，我们中计了。我平时就很喜欢打猎，今天猎杀你们这些中国人一定很过瘾。
终于逼你出现了。师叔，小心，躲起来。就做个了断。年了，小少爷天天盼着见您呢，做梦都梦您呢。如今小姐也找回来了，咱们华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了呀。可是我在他们身边只会克死他们。少爷，少爷，我不管你是不是天煞孤星，这回我再也不能让你走了。小少爷刚出生就没了娘，你们20年没见了，留下吧，我求求你了，少爷。神农，人各有命，英雄以命中注定，不可强求。英雄，吴迪就快出现了，你和他必有一战，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，这里有我们在。神农，保重。少爷。
少爷。这古英雄多磨难，天煞孤星。罗先生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怎么不叫我骗子了？天煞孤星命途坎，世间得失苦自知，你可知舍得二字？舍得，先舍而后得，你便会明白得的珍贵。英雄，你想当大侠，可你又怎知真正的侠客都是孤独苦命之人？虽然你的命数有定，但你也能改变别人的命运。国难当头，很多人需要你。英雄，记住，人定胜天。小姐，你醒了，来来，快，来，慢点慢点，来，慢点，小姐，好点没有？来，来，先把药喝了啊。小姐，要杀就杀。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。你知道你的父母是谁吗？我自幼就是孤儿，哪来的什么父母？你被金太保骗了，你是华英雄的女儿，他是你的亲哥哥。谁信你的鬼话？首领，看这次你爹往哪里躲？我爹，华英雄。华英雄。出来和我决斗！
中华英雄不在这里，立刻放了他，否则别怪我们中国人对你不客气。放了我妹妹，弟兄，别去，那就来啊！中国人都是缩头乌龟，中华走，我看改名叫乌龟楼算了。今天华英雄再不出现，我就杀光你们，看他能躲到几时。上，弟兄。只那功夫，笑话。少爷，妹妹，别怕。世界上只有你我练成了中华傲诀，今日我们必将一战，我要看看我们谁更厉害。英雄，少爷，英雄，小心呐！见识一下中华傲诀剑魔之面。不
你是天煞虎星，连你的家传赤剑也不能幸免。你可知道，我为了练武，斩断了世间的牵绊，而你却终日苦恼，你根本不配继承中华傲诀。今天我要让你见识见识，终极一世，无间之劫。这身衣服不错，是我送你的。师父，以爱之名的剑，可劈世间万物。中华傲诀最后一式，傲气中华的真意，你可明白？吾见圣有见。牵绊为剑，可比世间万物。你心中只有恶念，永远也练不成中华傲诀。少走了。爹，你能不走吗？我做过的决定，从来都不会改变。爹，是不是因为你讨厌我，所以一直要走？我已经不是金太保身边的杀手了。我错了20年，我不会再错下去了。穷天，你误会我了。花英雄，别人都说你是英雄，可英雄就该丢下自己的孩子不管吗？我有爹，我为什么要去当一个孤儿呢？花英雄，你已经天下无敌了，妹妹也找到了，为什么不能好好过日子呢？20年，爹，我每天都好想你啊。我已经准备好明天回国了。正逢国家乱世，我要尽我所能为国家尽一份力。你们好好守住中华楼，不要让洋人欺负我们。爹，